快说，有难啥快犯？我来这边复读是为了安安稳稳重新考一个大学，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任何关系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为了得到我，才和我打赌的话，那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什么？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去治治你的脑子，好吧？ 小学，这样你都能睡着？对啊，你行不行啊？肯定没问题啊！我今天不睡了，我明天肯定能及格。这题太简单了。对啊，大家都是八九十分，根本拉不开差距。你说这题，它就不能再难一点？ 帮个忙，交点钱。嗯，多少？说吧。800。什么？800？你要那么多干嘛？我买教辅。800块钱买教辅？你要做了高六啊？哎，你有多少借我多少行吗？其他的我找那个程念他们凑点嘛。哎，你别找程念他们凑了，我都给你啊。你等会儿我数数。啊。 800。你什么时候对程念的事儿伤心啊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，别老操心我。对了，你得加油啊！哎，哥们儿可不能因为你输了我欺负啊。你放心吧，我肯定拼了。我要继续睡了。走了。 你好，是来报名我们的培训吗？